想，我离开台湾已经三十几年，加咱有真侪个亲友，兼在熟悉，但是看到拢未真正。所以若有疏忽个所在，请大家来原谅。咱人个生命亲像一场个比赛，有起点，有终点。起点是身边的人所期待的，但是终点是人所无愿意的。起点是咱清楚知影咱的日期，但是终点无人知影。起点咱会当做计划，但是终点到的时阵，咱拢会惊的。有人讲人生是无公平，因为起跑点的感觉，有人出世真好业，有人出世真善良，有人出世受着敬人的期待，我疼惜。但是有人出世，有一句话讲讲，老老不爱，舅舅不疼。毋过上帝是公义的，所以伊予咱每一个人的一世人。时间的长短无同款，但是上帝是主爱，也是公义的。伊无爱咱甲别人做比较，咱只有面对家己的人生，甲家己来做比较。所以，当咱人生结束的时，咱唔免去比较，什么人是成功，什么人是失败，因为咱是甲咱家己比赛。所以伫这段圣经内底，安尼讲，这个美好的战争我已经打过，要走的路我已经走尽，所行的路我已经修了，对答了后，公义的挽留为我保留，就是迄个听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迄个日子，所要收束我的，唔但收束我，也收束予记人爱慕伊的人。我老爸出生伫一个真善良的家庭，而且我的妈妈、我阿哥、啊，佮我阿婶，伊这长辈我还佫伫咧。因为我的阿公是一个孤儿，所以厝里真善巧。我的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，所以资源真有限。但是上帝是公义，也是主爱。所以伫我的老爸的家庭的内底，是一个充满真温馨，啊，佮有疼人的所在。所以我老爸讲，现在讲伊细汉的时，啊，因八个兄弟姊妹，甲爸母围伫迄个八仙桌的顶头，伫遐咧做功课，伫遐咧做家庭礼拜，迄个气氛非常的好。所以我老爸真爱做家庭礼拜，就是做家庭礼拜，让伊感觉回忆到细汉的时阵，迄种的情景，我印象真深刻。就是当晚暗时咧睏以前，我老爸一定跪伫门前，前伫遐咧祈祷，替伊细囝，替伊孙啊，替伊少年的教会，替伊所有伊的印象中的人。一个一个替伊祈祷，有时伊嘛要求我甲伊做伙对咧祈祷，但是祈祷中间，我就真紧来困去。所以我感觉我的老爸是一个伫信仰的顶头有伫实践的人。虽然伊无完全，但是伊拍拼咧做一项代志，就是毋茫会当得到上帝公义的怜悯。我老爸伫新安教会做主日学的校长真久，所以教会学生也真多。我会记咧细汉的时，新安教会有个礼拜堂，啊有两张琴啊真大张，所以阮真爱这个夏令学校，下几下吼，哇，迄阵下几下吼的囡仔坐的是到一两百人。所以，伫我印象的内底，
阮的时间足多拢伫教会内底，真爱来到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是一个真快乐的所在。会记哩啊，伫1991年的时，阮全家移民去到美国，啊，遐毕业来读神学院。啊，迄个时阵要出国以前，我老爸啊，我伫中华去到到病院。因为伊个身躯有侪侪个病，啊，迄阵我会记哩，迄个病真严重，所以我去看伊个时，我个老母甲我讲，讲你来，恁老爸讲个较细致，毋通甲刺激着，啊，因为可能时间无介济啊。但是我个感动就是我要甲伊讲，上帝无了我，全家要去到美国，我想这对伊是真大个刺激。如果我祈祷了有平安，所以我就给伊分享。我讲上帝安怎引导我，咱祈祷了一冬了后，所以我就准备要去。真意外，就是迄个时阵，我的老爸无有惊吓，无有受气，甚至充满祝福，跟我讲：，祝你平安去，你去照顾上帝的代志，我的身躯上帝就来照顾我。所以我出国了后无外久，伊的身躯就渐渐好起来。所以我真感谢主，过去这30几年来，我无伫台湾，但是我的老母、我姊妹啊，伊个教会这兄弟、牧长，非常的照顾、关心，所以阮充满感恩。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是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来计算咱的人生？到底咱是成功，也是失败？大部分的人会将咱人的人生甲别人做比较。人驶好车，咱到底有驶好车？有人住大厝，咱就住大厝，我无。就是人讲，人比人会气死人。就是圣经保罗真清楚甲咱讲，讲咱的人生毋是咧甲别人做比较，是咧甲咱家己做比较。啊，到底咱安怎来做比较？是上帝予咱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标杆，有一个目标，咱需要来跑走，咱需要来努力。所以保罗在讲一句话时，伊讲迄个该拍的战争我已经拍了，该走的路我已经走尽了，该守的路我已经守掉了。所以跟昨暝，阮的民族伫阮兜咧做家。